红绿灯，不要鬼切过来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离我越来越近，傻小，傻小，他是要开上人行道是不是？他超小，他超小啦！他是要干嘛啦？那个人就这样走掉了，那个阿伯。哇，这摩托车就这样骑上来，真不愧是屏东优良驾驶。这个他现在还在人行道上，他现在应该是要回转。OK， 我绿灯了，我要往前走，他不要撞我，我他妈往前走了。太扯了，到底啥小？太扯了，他现在在我后面，你看到吗？莫名其妙哎、欸，我才刚讲完会不会出车祸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，那个到底是啥小啦？